同赴古国如何？ 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你看，黄金之国也好，落日之国也罢，都已不复存在。传说这里的茫茫沙海之中，曾蛰伏着一只上古巨虫。这巨虫平日里沉睡地底，无踪可寻。 一旦醒了，便会钻出来吞噬人畜。偏偏他外壳坚若磐石，寻常刀斧弓弩难以穿透，往来商旅不敢靠近，周边小国更是苦不堪言。适逢一只黄毛貂属下界途经此地，感应到那巨虫身上似有无上佛力。 于是施法镇住巨虫，收为己用。小国国王大喜，将鼠妖奉为护国神圣，更为他建庙塑像，世代供奉。鼠妖徒修炼方便，干脆留了下来。后来，鼠妖神功出城，掳走了唐僧，与孙悟空激战于黄风岭。 一时风沙蔽日，日月无光。那鼠妖的神风着实厉害，若非灵吉菩萨出手，怕是真经难取。只是没了鼠妖坐镇，古国自是难逃覆灭的劫数。而原本水秀山清的黄风岭，也变成了今天这般模样。 祈祷，拿你这凡夫给大王做个证据。
王。都走，前方。你这是鬼真凶，看来有大神通。在下斗胆求高人出手，助我大王相邀。我家大王打灵山而来，不忍见此地百姓受苦受难，出手降妖。只是那妖怪道行不浅，你若肯施以援手，定然事半功倍。大王就在前面，在下修为尚浅，不便前往，还请高人速速赶去。实不相瞒，我洞中还有未成人的两个孩子，不能再次送了性命。黄蜂大王宅心仁厚，是灵山来的正道弟子，你放心去，结个善缘。虎心风败了，哼，想必你有几分神通。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，与我相克，三昧神风都不能伤他分毫。要引那妖怪出来，需用擂鼓之法。我擂响大鼓，引出巨虫。若你愿前去，待时机一到，夺了他的法宝，我便能施法降服此妖。之法本是这天尽头的百姓为抵御太阳西沉入海的海沸之声而发明，海水沸腾，声音之大可以震杀城中小儿。擂鼓之法解了此难，却又引来了妖怪。他有法宝护身，我无可奈何。你既有胆来，恳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那怪就在下方沙海之中，请务必助我降服此妖，救此地百姓。Thank you.
的呢？现在夺了他的宝物，我来助你。
满城百姓感谢不尽。